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tto B。今天玩洛克人 X 指令任务，继续打妖狐哦。那要打七尾八尾了。OK， 那我们就接记录 ，Go！ 前往妖狐所在地。好，终于到七八尾了。好，前进了。虽然拿到红莲剑，也装备了超 FM， 不过因为超 FM 的那个危害的发作啊，就是所谓的那个侵蚀值的危害发作是有点运气啊，所以在打妖狐上面的时候就变数会稍微多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打七尾哦。特别封锁区。哦，七尾真的很下面啊。哎呀，进来了。好，打七尾，还有七条尾巴。哎，敢挑我血少的打，操！先把杰洛救回来。帮 X 补个血。哦。好，喷个油。OK。我来变身了，黑杰洛。好，直接把他砍死啊！哎，还没办法。好，等下再一次。好，马西莫也来，害怕莫懂。没错。哦，赶快按。OK。好，喷油。OK， 把他砍死啊，帅！好，来喷个油。哇，坑！等等，我们叫玛丽诺出来做救援。这是玛丽诺救援时间了，海发莫斗，用快速模式。好，来使用道具。
好，再使用道具把艾克斯救回来。好，马里奥功成身退，换下去，马西摩上来。热血！爸爸全开，行くぞ！行くぞ！开 AT 啊！啊，能按多少算多少了。OK， 干掉七尾。OK。パワーが足りん。好，八尾在下面哦。回去补个能源好了，因为我们的杰洛的害怕帽都没了。看一下状态，确实没了，这样打有点危险。好，从这边出去了。顺便买一下刚刚损耗的道具。他这个补能源的设计的有点远啊，所以也是蛮麻烦的。好，好补一下。好，去打八尾哦。好，冲了！
八尾，八尾，打八尾。打喽 ，Go！ 球了，这个青石石的危害很大。救救看。哦，又来打斜对手。好烦哦，一直打我的杰洛。这样有完没完啊？好，ハイパーモード，嘿，杰洛。干。好，刚好，喷个油，靠你了，黑杰洛。Yes。哎，干！喷个油。哦，马西摩来救杰洛。哇，他叫 SOS， 操！好。看样子要补个血。干，一直打杰洛怎样啊？妈的！挑血少的打就对了。哎，帅！喷个油，救一下杰洛。好，我决定开救急铠甲。
好，趁现在啦，迎着。OK， Final Strike。烦呢，OK， 好，好，这时候马西摩开害怕摩托，爸爸全开，行走。好，使用手酸模式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哦，好，这个有按没按？没差。哎呀，好。好，换了艾克斯，直接来轰死你啊！干 SOS！ 好，手穿模式，一个走。好，在马西摩 ，AT， 一个走。OK， Final Strike， 趁现在，哦，干掉八尾了，帅！パワーが足りん。哦，一直用 SOS， 超讨厌的。好，干掉八尾。拿一下道具，再下去就九尾了。九尾要下次打，可是可以先来拿东西。哦，这进去是九尾，我们先下去看一下这个。这边有个扭蛋机，好。回去记录。下次回来直接挑战九尾哦。上去了。好远哦 ，OK。好，往这走。
买个道具好了。好，回去补个能源，消耗性能源，然后再回来记录。七八尾都被我们干掉喽，看一下派遣状况。还在派遣中。好，消耗性能源补一下。好，去记录咯。我们要去记录一下，然后下出来打九尾。九尾就真的非常困难了，九尾攻击力超高，非常的可怕。下次回来打。好，去记录。冲冲冲！好，记录一下。好，先玩到这咯，跟各位说拜拜，下次回来打九尾，拜拜。